拿命看呐？那你们放眼的目的在哪？他拿命直接去探草丛，兄弟们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这放眼的目的在哪？这没人你都你也安全了呀。那我们刷也很伤的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上路有需要我帮吗？感觉帮不了。拉一下野怪。这把我没吃药，是因为我准备要补肥了。我从不妥协。跟上版本的步伐，现在物理打野一般都是会出这个东西。这个闪还可以。他们活不长了。那他没带，他也没用闪，这不是不是抓不死呢，兄弟？速战速决吧。抓不死就学二级 W。吃兵就行了吧，兄弟，没必要吧。小法被单杀了，我有 TP 应该不伤。你的游踪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这线是好线，帮他控制。如果假装要去吃河蟹，实际上我们去吃他 F6， 然后给上路点个信号，上路可能要被抓。假如我这边反倒野了，他就可能不在下野区，不在下野区就在上路。他现在应该去吃河蟹了，正常我应该吃这个石甲虫弥补一下，但是下路打起来，石甲虫别刷了，我们去抓人。杀 AD 了，你来干嘛的老鼠？杀了把线索。这不看到莉莉亚就不能这么换了呀？还是你的？不过我这临场处理的也还行。只有傻瓜。哎，但这波，这不就整得很尴尬，你知道吧？一个平 A 的二 P 流池他也没杀掉，他就等着我来收割。那我收割的时候，他又过来抢。对吧？如果他一开始自己能杀掉的话，那他已经杀掉了，我就可以专心的去追那个机器了。如果导致成这个情况，就不能这样了呀。对线都对不了了，完了，这中路就 A 一下 W。不过这个结局倒是挺好，我的发育这样的话会很好。从不妥协。单杀三次了吗？吸血鬼是挺好打小法，技能容易被堵。他们
不成了。我会出现在他们面前。哎，不好处理事情，你把线吃了就行。等我个六吧。这河蟹应该是没了。河蟹在莉莉亚去中路到下路的途中应该刷掉了。哎，这莉莉亚这么无私吗？他现在应该在刷 F 图吧。啊，甩大呀兄弟。哎，放在哪层？假装往上走吧。莉莉亚这波已经出现在中路往上了。No. 无处可藏。应该来得及。来，这是全在跟时间赛跑，兄弟们。偷一下，偷一下。他这波双十打虫，肯定要去抓下路。除了抓下路，要么就是避了去先锋。我是觉得他会避了去先锋，所以这小龙别偷了。然后让剑姬去放个眼，去放个眼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还真是去下路，刚才就说他去下路，但他这也太有耐心了吧，兄弟！我在打小龙之前，他就在下路那个草里，我刷完龙了，我毙了他还在啊！我从不妥协。我们直接刷了。啊，这全是在思路上的博弈，看到没有？就我们把他能行动的几个方案，我们都给提前想到，啊，再去想一下怎么处理。速战速决吧。去上去上，我可以上。你的愚忠对我毫无意义。试试吧。又被打杀了。不要妨碍我。你去试上吧，兄弟。出 R A 单杀，好中药，750不亏。W 一下 ，Q A 拉个刀，得，先拉扯，等他红怒没了。W 一下 ，Q A 拉扯，闪现一刀，收了，把线控出来，这个线是很好的线。莉莉亚应该去拿这个蓝的时候，三蓝是先刷的，那这波不用去粉。这波思路要清晰一点，打野更重要的是思路，操作上其实你一把没玩过都可以。就例如中单是一个亚索，那你是不是可以玩一个酒桶去配合？你一把酒桶都不会玩，有主播这种思路，你也可以去打野。这就是打野这个位置的一个重要性，重要不在操作，而在于思路和意识，其他的不重要。再蹲一下，我现在无处可藏。你这
等你等啊，兄弟，没必要啊。那就等啊。我没出来啊，兄弟。铁的滋味。我操，兄弟，这行吧？他这个，不好说。天天吹，听你吹牛逼，你倒是玩一只酒桶啊！我是打个比方，兄弟，我真去玩酒桶啊！哦，离线，主播再跟你举一反三，你跟我说主播一二一加一等于二是吗？翻墙睡梦罗汉。补光，就哎一个大招，哎直接杀掉。我再跟你举一反三，兄弟，你跟我说，你去证明一下。Holy shit！ 他们活不长。哇，4000多块，这还没回过家怎么办啊？哇，这把我们的翻盘节奏太拉满了。这首《睡梦罗汉》怎么说，兄弟们？13分钟 ，OK， 13分钟。谁放野了？啊，这把队友劣势巨大。咋、啊，主播怎么翻盘的，你就怎么来啊！照葫芦画瓢，我行你也行，兄弟们。这把节奏学会了吗？你像我们的教学怎么打的？我一字一句我不说话，对吧？就一直暗杀，一直乱杀，你是不懂的。我们的边打边讲我们的思路，一点一点分析出来，这多好。学会的扣波学会了，把六扣带共鸣上，往后退，就我一个 W， 躲一下他 E 技能，正好我可以触发星攻，这被他打到星攻就没了。别玩了，别玩了，神秘城。拉一下野怪。等一个有缘人 ，Hello， 我操！就拉个刀。我莉莉亚在下路，那我们这波要把这先锋拿了，止损一下。完了，吸血鬼要玩手机了，兄弟们。从不妥协。他这骂的是我吗，兄弟们？罪过罪过，给对面抓人尊人抓晕了。啊！他们活不长。好空，比你快一步，兄弟。QRA 秒裸中亚，我操，这么变态，兄弟快跑，速战速决吧，快跑，五个 AD 来了，辅助也来了，吸血鬼是我第一个觉得他会来的，兄弟赶紧跑，我有龙 OK 剑姬拜拜，我到家了，你呢？
来说毫无意义。Q A 一个 W， 翻墙接二段，再一个 Q A， 再一个 W， 死。先 A 掉这个塔，这个塔可以 A 掉，放先锋有点浪费。翻墙怎么样 ？A 一下 ，W 一下，空中过去一个大招，对，再一个 Q A， 死。再一个 W， 先把他引来了。这时候再反着跑，这时候不要紧，有针眼不要紧 ，A Q A，A 一下把他引引来了，思路上战胜他们，耐心等待 ，Q A 一下一个 W， 进草加速 A 一刀往前再一个翻墙，再一个 Q 点的收下人头，大刀加速过去再一个 Q A 收下人头 ，A 一下，按一下 S Q 一下跟他抢一个核心。队友得防，往前再一个追，把他野尸了。这里半悄咪悄悄咪咪赚大钱，剑姬把兵吃了，剑姬快把兵吃了，别着急，剑姬别着急。OK， 这时候点到为止，可以走了。来 ，W 挂上，控住，直接开大招，死，再把他也驱使了。我从不妥协。哎，我野怪呢？操了，被反了。他们活不长了。没有难倒我什么都不是啊。对，这队友的氛围还挺好，这里可以等待一手 ，W 挂上减速一下 ，Q 闪啊，哎，明刀触发打不到我，回头一个 W， 再一个平 A， 来翻墙睡梦罗汉，要控制底伤啊，把这个技能放到极致，第二段一个惩戒。先刷个野回点血。无处可藏，大表啊，去假装走，突然翻回来，游走于刀剑之上。小法确实这句话说的没毛病，主要他被单杀太多次了，这把没有我的存在他已经玩不了。不过好在他选了一个团队英雄，他这个有一个控制就行。我给你出看姑，我从不妥协，不至于吧，兄弟？翻墙进入巢卡视野啊，他们看不到我。思路要清晰，我们一个刺客要懂得如何卡视野。这个蓝 buff 没必要着急吃，这个应该是我能吃的。240秒之前，我现在出去可能正好可以碰到个人，等他们走到我脸上再说。他们活不长。你看，
真的就差一点点啊！他们商羊差点看到我了。如果我在等的不是你啊，商羊。我在等他们的机器或者 AD。没事，视野卡到了就行。这卡没掉吗？领导处罚 A 不到我，想回头反杀我是吧？翻墙接着乱，抓个野 ADC 没闪没攻略啊，没有那个防护之力。这波他最到了最后居然什么技能都有啊，这个奥比留斯有点夸张。这塔说出来没必要拆啊！只有傻瓜才会为荣。我从不妥协。一刀斩。现在我再去杀一个吸血鬼应该也可以，也可以等一个人传送下来，但吸血鬼应该可以更直接一点。等 CD 啊，大招不要这样红怒吸，对位。他们活不长。解魔吸引，大刀加血，我要是多扛塔。公里猿符就这么用的，红 buff 拿到我就可以回去，不着急。这把30个人我们抓了21-1-7，只有两个人我没有杀到，30个人我们抓了28个人，什么概念 ？QA 一个 W 走位，等一下 ，W 减速一下 ，QRA， 去拿小龙，小龙的话，哎，怎么没过去啊？被点燃，瞧了，小龙的话是龙魂。怎么分段啊？现在是一个段4段3的分段。学会主播的男刀啊！这个分段你也能乱杀，我行你也行，都一人。大招，哎，直接一闪拉开，哎，翻远一点。我这种翻墙怎么说？学会了吗？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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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留步，大哥，死了！不
触发明刀翻墙拉开，回头一个 W， 一个大刀加速，哎呀，那么能追呀、啊！你笑锤子小法，还能买啥？别切。 纳尼魔刀，就刚才这个图景，兄弟，谁来笑谁都得死。这小法师嘻嘻哈哈的，我真服了，拿下这一把，我们的男刀真潇洒。